王妃爱女李嫣近年来前往瑞士留学，日前王妃特地到法国探望李嫣，微博上就疯传两人在巴黎相约野餐的照片。只见两人坐在塞纳河畔野餐，王妃戴着一副眼镜，头上披着条纹上衣，李嫣则是简单竖起马尾，身穿黑色短袖上衣，两人同样望向左侧，看起来相当惬意，而氛围感十足的样子让网友们直呼简直就像专辑封面，太有质感了。另外53岁的王妃冻龄颜值也惊艳众人，网友们都大赞王妃状态维持得太好了吧，跟李嫣更像姐妹，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Bye.